台下一定有很多同学啊，对这个钢琴很有兴趣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都一问老师啊，这个我以前都没学过，可不可以再上课？我说没有关系，你只要有兴趣就好，你只要有兴趣最重要。然后你即使没有碰过琴的，我们也会把你教好，所以这种不用担心。OK， 好，继续。以后啊，当你们以后会自弹自唱以后啊，我保证你们就不太喜欢这个地方。
师，你以前都叫轰炸嘛，你应该跟我们轰炸一次。再轰炸？对啊，你轰炸我们一次嘛，那你轰回来。开玩笑，我给你们一定是很美好的东西，是可以轰炸。轰炸你我就糗掉了。我如果唱那个卡拉 OK 出来的时候，我一定是出来的时候，我自己都会听起来一定很舒服。所谓轰炸的意思就是说，那拍子不对，你知道吗？音响也不对，那就是轰炸的。那现在事实上能够唱卡拉 OK， 让就是能够唱出来，能够让人家说不会很讨厌的话，就已经很难得了。这样拍子要对，然后音色要对。那大部分人都唱卡拉 OK 好玩嘛，对，大家就唱起来自己好爽。可是别人听起来很难过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我刚刚讲了一半了。假如说你们今天能够自弹自唱，我保证你们就不太想唱卡拉 OK。你如果自弹自唱的话，你绝对不会喜欢，因为你会发现自己弹出来自己唱得很舒服，而且那声音会更好，会清楚的。那还好，哇，你都不知道去卡拉 OK 那客人啊，他本来就已经喝得差不多了的嘛，哇，那声音啊！好大声的，那个震耳欲聋啊！因为他自己唱起来很爽，别人受不了，真的受不了。可是这是应酬嘛，你就在那唱。那小姐陪他们去，是因为小姐是看着钱的份上。那我们去的话说，因为他是客人，我要陪他去，那真的是很受不了。